这是什么？真好吃！贝尔，我来救你。大宝，别去！你这个坏人，把我的朋友还回来！别着急，我这就让你们团聚。不要！那个方块怎么走了？难道他去童话王国了吗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去告诉大家。好多人呀，真是太好了！这是什么怪物？竟然还会说话！敢说我是怪物，我吞！小心，快跑！一个都别想跑，我吞！太好了，我又变大了！我要找更多食物。大街上怎么没人啊？大家都去哪儿了？我要赶紧找到他们。又有好吃的了！这是什么怪物？奥迪，你快跑！大宝妈妈，你先走，我是奥特曼，我能保护你。你们还是去我的肚子里切肉吧，我吞！你这个怪物，快放了他们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竟然又叫我怪物，我最讨厌别人叫我怪物了。想让我放人，我偏不放。可恶，奥特高波！怎么不管用？单纯的光波对我是没有用的。好吗？我来帮你。海洋之力，冰雪魔法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现在轮到我了，我吞！怪物，你快跑！又叫我怪物，我要把你们都吃了！快跑，你打不过他！怎么又是你？这次你们一个都跑不掉！看我的吞噬之力！大家快跑！还想跑？我吹！躲在这里应该就没事了吧？别以为躲在山洞里就安全了，我就守在外面，有本事你们就永远别出来。这可怎么办？虽然怪物进不来，但是我们也出不去了。可是咱们又打不过怪物，这可怎么办？要是巫婆婆、小女巫和小精灵在就好了，他们一定能打败怪物的。可是他们去参加学习交流会了，一个星期以后才会回来呢。什么？这可怎么办？难道咱们真的要被怪物吃掉了吗？我不要被吃掉。兄妹，你别哭，一定能想到办法的。我想到了，在森林里的时候，你这个坏人，把我的朋友还回来。别着急，我这就让你们团聚。不要。就是这样，我才没有被吃掉。我知道了，这个怪物害怕闪光，所以才会被你头上的宝石吓跑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把手机和手电筒的闪光灯打开，就能把怪物吓跑了。就是这样。太好了，那咱们快行动吧。你们竟然还敢出现，就不怕被我吃掉吗？怪物，我们不怕你。你看，好刺眼呀！不要。哼，算你们厉害，我还会回来的。我们胜利了。文学，谢谢你们，我是大宝，大家都很安全，我们一会儿就能变回来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小朋友们，喜欢这个视频吗？我们下次再见。